你真係香港人？嗯，會假嘅咩？哇，終於識一個香港公民啦，太好啦！係啦，你喺抖音度揾我，想傾乜嘢啊？我係菠蘿文化經紀人，睇中你嘅顏值啊，想揾你做主播啊！我又唔係靚女，普通話又唔標準，廣東話又唔係好多人識聽。你真係太唔了解內地人啦！你可以唱粵語歌啊？我唱歌又唔好聽，而且加入工會好多限制嘅。邊個話㗎？冇咁恐怖啊！做主播無非都係分兩種，一種叫線上主播，一種叫做線下主播。线上主播不限时间和地点，只是同一个平台只能够加入一个工会，也都可以在其他平台度播，加入其他的工会。线下主播呢就要求每日要有固定时长的直播，一般是8到10个钟头，而且每日都需要在公司的直播间度进行，同时要签合同，不可以在其他平台其他的工会度播，心情不好都要播啊。我要带你做的是线上的兼职主播，没有限制，想播就播那种，主播都可以是兼职做的。但是我没试过，我不识播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指导你的。 Namaste， 我是 Missy 林青，如果还未订阅 Missy June January， 记得按一下订阅这个掣，还有打开小叮当通知，免费订阅这个频道，以便收看日后的故事发展。拖了半年迟迟都不敢开始的事，今天终于被人找上门了。直播比用文章来到传播信息更快更广，写一篇几百字的文章最起码都要用我一日的时间，搞尽脑汁才勉强可以完成。直播就可以直接用说话将爱和和谐的信息传出去，不用雕琢文字，可以练口才，也都可以将信息传得更快更远。玩游戏需要清楚游戏规则才知道怎样玩，加入工会加入平台都要仔细看清楚合作的条款和平台规则才行。一是不做，做就要认真地做，看完所有的条款，问了几百个问题，搞清楚时间、分成、制度、方法、结算细则、税项和未来有机会发生的情况，如果退出工会怎样安排等等的细节，才可以达成协议。天下大事必作于细，用心做事，认真做人，凡事搞清楚查明白，是对自己和工作的一份尊重。文国彦先生倡导和推崇的三 H 理论 Hand, Head, Heart， 指的就是如果工作只是用手去做，只能够发挥 20-30% 的潜力，如果用脑去做呢，就可以发挥 40-50% 的潜力，用心去做就能够发挥 100-120% 的潜力。第一次试课心情真的很紧张，面对镜头的时候，身上面的每一个细胞即刻很不自然，肌肉僵硬，血液都好像就快凝固一样，勉强挤出笑容来到扮镇定，讲嘢嘅时候就紧张到口窒窒。睇住右上角显示嗰个人数越嚟越多，十几人、几十人、百几人，个身同埋面部嘅肌肉就越嚟越僵硬啊！啲普通话讲到咁样，点算啊？屏幕上面嘅留言，佢哋喺度讲紧啲乜嘢啊？我睇唔明啊！乜嘢叫做爱老虎油啊？乜嘢叫做别扭啊？乜嘢叫做妖妹啊？呢啲系咩字嚟噶？系咪我读书太少啦？我唔识读啊！想同入嚟直播间嘅人打招呼，都讲唔出个名啊！唱歌啊，就唱歌啦！真系要唱啊？我唱歌唔好听噶，随便唱一两首啦。因现在不能而不为，硬住头皮将音乐较大声啲，个咪拎远啲，个人讲嘢细声啲，再用声卡优化把声，用笑嚟到掩饰尴尬，勉强算系过咗关啦，亦都收咗啲小礼物。接落嚟嗰十日，我哋会将你推上热门，你最好日日播。Oh my god， 好多方言我都未搞清楚，普通话又讲得唔好，先至三日咋，每日3个钟头，我声带嘅旧患又发作啦，把声沙晒，讲嘢嘅时候。然后喉咙刺痛，又开始走音，自信心都下降了，个人都开始好乱啊！今日我帮你抢咗一个全国头三名嘅热门位置啊，到时就系你涨粉嘅机会啦！到咗热门嘅时段，直播间嘅人数一下子飙升到千几人，屏幕上面嘅留言根本就追唔上啊！系咪我嘅级数太低，所以你唔回复我啊？点解睇得咁慢噶？唔使逐一回复噶，记起身啦，唱首歌嚟听下，跳舞啊！初嚟报道。咩都唔识，经纪人要照顾嘅主播实在太多啦，冇可能只系照顾我一个噶，好难啊，真系好难啊！写作、唱歌、跳舞、直播，全部都唔系想象般咁容易嘅。应对语言、语法差异、氛围、带动话题嘅节奏、场控、阅读速度、表情、肢体动作、倾偈嘅技巧、内容、才艺，全部都难到我嘅，而且全部都会影响到直播间嘅人流啊！小黑粉都入嚟啦，叫我点样应付？我希望将黑粉变成铁粉，希望在这里可以建立少少联合国，可以彼此和谐地共处啊！除了
咗认真咁样交流，认真咁样向大家学习，就系将唔识嘅字、唔明白嘅意思、唔知道嘅平台规则、大家中意嘅歌、推荐嘅嘢，日日用纸笔记低啊，以便检讨同埋作改进。喺呢度，一场直播带嚟嘅收益好少，涨粉嘅速度亦都不如理想啊！但系我就获得咗好多新知识，任何类型嘅人、任何方言都应有尽有啊！但系两万几人嘅人流，一个人完全无法控制得住啊！能力啊，我知道呢个系能力嘅问题啊，唔识讲嘢，冇才艺，放唔开，除咗傻笑，仲可以用咩方法嚟到拆解？喉咙越嚟越痛啦，痛都要继续做噶。我知道走出舒适圈，做未做过嘅嘢，本来就唔会舒服，挑战亦都会一浪接一浪啊！困难系成功嘅基石啊嘛。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切都会通过累积来到达到变质的。坚持是唯一的选择，只有突破才可以成长，挑战越大成长都越快。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用坚强的意志力走下去的。
Namaste， 我是 Miss 林青。如果故事可以感触到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，可以将影片转发给他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影片，欢迎点赞。想继续追睇故事剧情的话，就要即刻订阅这个频道了。当然都还可以留言分享你的感受和经历。今集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集见啦，拜拜。